大家好，今天呢再给大家推荐一款免费的微评软件。这个微评软件呢我也是最近刚发现，感觉比较好用，所以说呢也是推荐给大家。好，那下面呢咱们就开始。好，现在呢我已经把我的安卓手机投屏到了电脑上，我们今天呢就进入谷歌的 Play 商店。好，这个呢就是我今天要介绍的意大利微评。这个微评软件呢是完全免费的，而且也不用注册，它的连接速度呢也是非常快，并且非常安全，而且呢还没有流量的限制。这呢是意大利 VPN 的一个详细的介绍。这个 VPN 呢它的连接速度是超快的，并且是一键式的连接，操作非常简单。好，下面呢我们就看怎么来使用它。好，现在呢大家看到在我手机上现在已经安装完了这个 APP， 就是意大利 VPN。 它的这个 VPN 图案呢是意大利国旗的图案。下面呢我们就点击它进入。大家看到在上面有一个节点，我们点击它，这里边呢都是意大利的节点，我们可以在这里边来进行选择。另外呢它还有一些其他节点，我们点这个左边这个 Others， 这里边呢是有各个国家的节点，都是可以连接的，不光是意大利的节点，有美国的，有日本的，保加利亚的，俄罗斯的都有。但是呢我建议大家呢你先优先的连接意大利节点。好，下面呢我们试一下。好，然后呢我现在点击连接，它的操作非常简单，一键连接。好，它现在呢按钮已经变绿了，现在已经连接上了。好，那现在呢我打开油管。好，我们现在呢已经打开油管了，我现在点开一个视频看一下。速度还不错。I'm walking alone, the streets are empty. The only thing I can see is my own silhouette. I'm getting stronger.